凤凰一样直唱。只要天一黑，不会有人再来干这件事情。就是这一片吗？对。我癞蛤蟆，癞蛤蟆。干嘛？干嘛？你怕？哪有哪有？他就是小蛤蟆。癞蛤蟆，小蛤蟆，小蛤蟆呀。啊！我不想过去。你等着。哎，机上有瓶子，瓶子里有东西。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哦，瓶子上面有字儿。哎呦，这上面不会有蛤蟆不？机上面有颜色，里面有文字，里面有字吗？有，给它摘下来了。就是哥哥们教我的道理，就是防人一线。其实当时就是想防着他们一点，就是想可能从他们口中得知这个线索的多一点信息，我可能就可能有一点进展。什么东西？蓝色的主人昨天吃了我老婆。什么鬼？哦，不是，是鸡啊，鸡啊，吓死我了，好恐怖哦！我们要猜几个，我们就找到最后一只鸡，或者找到一个主人之类的。最后一只鸡，猜人物，猜鸡之间的关系。哦，先把它全部给搞出来。走，紫色在这儿，粉色，绿色的，几个了？四个。橙色。这个什么？橙色。黄色。漂亮。哎，烦死了。我整个人都惊了，这我们抓的是同一种来的同一个地方吗？为什么他们就乖乖让你抓了啊？我在那里汗如雨下。主人早上一口一个我儿子。好，现在陷入了僵局，卡住了。走吧，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了。来，出来。在你的身上有神秘色彩。谁呀？这是？去哪儿啊？去了光明小学。光明小学啊。那边有个音乐教室，但是我们没有找到相关的歌，没有指向。对，我觉得意义不大。光明小学远吗？还行，走路十五分钟，十五分钟，十五分钟差不多。要的，十五分钟要的。你干嘛去啊？我想到养鸡场那去看一下。好的，加油。厚道。哦，你是怂王。你觉得他会去吗？他不会的，他就是去养鸡场。他就是去养鸡场。